买了一台监视摄影机送给自己的。那台都是带着哦，他去出差他也带着，他就把它插在他的床旁边。是我长镜头，我离开东区一下下了，他就说你去哪里了。我这个人是很喜欢谈恋爱，就我觉得一个小时没有联络的，我就很想跟你讲话讲一下话。对啊，我有好多在干嘛的天日。我有很多在干嘛的天日。Hello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上礼拜我们有上一个新闻，就是 Lucy 发一个线动说，哦，我都跟美女拍片了，很神奇。好多人在讯息 Lucy 说啊，你怎么做得到？如何让女友放心的终极手段？这三年来，我几乎每天都会跟不一样的美女见面拍摄嘛。那 Lucy 呢，从一开始很担心到现在很放心，那我是如何做到的？大家男生女生都可以看。好吧，可以做参考。首先呢，第一个就是生日的时候，我买了一台监视摄影机送给自己，就长这样，还是装。它很厉害的就是它可以360度转动，还可以截图，还可以录，然后还可以跟他讲话。对对对。他生气还是怎么样的，就会去睡觉。我都还没有讲完，然后我就可以用监视器跟他讲说起床。对。有夜视功能的，你灯、电灯全部关掉了，也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很清楚，整个房间都可以环绕。那我觉得你这样讲，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概念。我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才买监视器，其实这样不是哦。一开始买监视器是因为为了要让它戒烟，一时戒不掉，可是他又跟我讲说他很戒掉，所以他都偷偷抽。所以我偷抽还要洗澡嘛，再出门还要刷脸。哎，这是很厉害，头发、他衣服、嘴巴都没有，超强。刷牙、洗澡、用筷子夹、漱口水，再吃后糖。超扯的！当然不要抽掉，现在完全戒掉。我怎么抓呢？因为他把那个打火机放在那个马桶盖后，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发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掉在那里，我以为他就不小心掉，所以我就把那个打火机转了一个方向再放进去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我把它拿出来放回去。他，对对对，还放回去。他去出差，他也带着，他就把它插在他的床旁边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们一定会用一个叫做三十平方冰棒。对啊，大家应该会知道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之前都是在外面拍摄，我曾经有过，我离开东区一下下了，他就说你去哪里了，表示他一直在看真理。接下来下一个东西呢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厉害了。我的 LINE 和脸书还有 IG 有很多美女，然后Lucy 会担心我每次在那边用电脑的时候，他就一直问我说你在干嘛，你在干嘛，你在干嘛。那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个东西呢，你可以分享你的荧幕给对方，它叫做 Screen Lab， 就是荧幕的即时传送。示范一下给大家看，好， Screen Lab， 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你现在电脑在运作什么事情，可以知道他在干嘛。这第四点就是我的账号 Lucy 都登了进去，留言啊、私讯啊都可以看。对 对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我每一个小时都会报备，应该是他每一个小时都会传讯息给我，很少超过一个小时。其实我不是因为很控制狂，我这个人是很喜欢谈恋爱，就我觉得一个小时没有联络的，我就很想跟你讲话讲一下话。对啊，我有好多在干嘛的天日。我有很多在干嘛的天日。接下来就是我有瘾头的事情，我会先报备，例如说喝酒，可能就只有这一点了。他不是想要喝酒，他戒烟了。我也没什么嗜好，可能就有偶尔很想喝个酒。我是去买之前，我都站在那个酒前面了，我会先传讯息给 Lucy， 然后等他说哦好，你可以喝，我再买。那如果他还没传，我就他就一直站在那。对，我酒就不买，借由这个方式少喝，我觉得也是好的。我觉得整体往好的方向走就是好的。综合以上六点呢，就是我让 Lucy 放心的方式呢。各位有在关心我们的朋友，不用担心，我们感情很好。我们也有找到方法。对，所以我们有方法，是为了要增进你们的感情才去做。对对 对。你不要做了会让你们感情不好，那就是。哦，对啊，对。我觉得这是主动的。对对对。如果是女朋友去要求的话，那。我觉得会有一点伤感。对对对。对啊，所以只是给你们做参考，真的有点急。
端，因为他的工作性质，他一天可能遇到我要跟很多美女一起工作拍摄，现在对此之后也有他的香料工作室要创了。对，我筹备好久的交友网站，对，要出来了。对，因为我以为很好做，其实很困难。也祝福大家很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一模一样，好吃吗？好，拜托洗手沙。黑男外约比基尼正妹有敏感互动，女友讨拍被骂爆，眼才长一次。大家今天真的是太快乐了，真的有恋爱的感觉啦！这个又是什么字？一时约妹一时爽，黑男交往三年的混血女友孙七七了，表示他长期不敢看黑先生的影片，怕自己会气炸，结果看了今天的影片，果然真的气炸了。女友大人说的正是黑男在平台使用超能力成功把妹子约出来 dating 的影片。夏天来了，你好健康哦。我好晒黑。你看你 IG 那么多人，感觉很有距离感。对啊，我们一般人怎么约得出来？哦，今天不会，活生生的在旁边。我也是喜欢交朋友，也没有那么的怕生。对，然后大家都感觉得出来，感觉得出来。我们不会吃人。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怪怪的人呢？有啊，我有遇过，像是你。怪有魅力的。谢谢。东区怪叔叔。那我们过程中有什么可以做的，什么不可以做？不可以色色。叫他这个手等一下冲浪包起来做指甲，我们再给他服务一下。好吃吗？好，拜托洗手沙。女友已抵达战场了，在留言区写下给你复评，不过嘞时候也澄清，只是发个限动抒发心情，影片有些对我来说蛮敏感的互动，还是会有点感觉的，但我选择包容和尊重啊。这么久了我也才讲这么一次，结果底下留言骂爆我和黑先生，要么说我是蹭流量要黑先生的钱。影片的来宾小爱也po文表示，黑男跟 Lucy 是众所皆知的恩爱啦，希望大家不要有太多的揣测哦。真是冤枉啊，困都拖了一半了，给个机会吧。工作模式 on 起来，这水没有很深，深的是口袋而已了。那我们准备要去浴血奋战了。好 ，Go！ 好，知道。谢谢小爱今天出来跟我们一起玩。